今天吃紫江天气哦，夏天一到进入吃甜粉的时候已经到了。现在的甜粉是4块钱一斤，嫩汤也才几块钱一斤，便宜得不得了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家庭版好吃的紫江甜点，撒点猫猫盐、白酒，撒几个蒜瓣、搅拌均匀。七个老菜籽油，加点猪油，更香。甜甜高油温下甜粉，把它爆香，爆个2分钟左右。放醪糟，把这个甜粉爆到这个油边清凉过后，我们就开始下料了。放点泡椒、青红花椒、姜蒜米，勾低一点的豆瓣，好香就是。这个就是一个甜粉的底料哦。加入大量小米辣，搅拌均匀。放半瓶啤酒。半碗清水，丢点紫姜下去，小火慢煮，煮20分钟就可以了。松茸鲜调味，甜粉的鲜辣味一定要跟它煮进去哦。紫姜不要舍不得哈，朋友们，锅内就是紫姜，那里地儿是小米辣，不慢。在馆子去吃的紫姜甜鸡哈，大菜嫩菜哟，自己在家里面你们也可以做。主打的就是一个简单好吃，一定要赶紧点赞收藏起来哦。出锅前再来一道紫姜丝，哎呀，你看好香啊！现在正是吃紫姜的时候，又便宜，你看下不下饭？再拿点锅边醋就出锅，紫姜甜鸡安逸得很呐、啊！这一盆才30-40块钱，你在家里面做哪里要不得了？紫姜甜鸡来喽！香菜点缀，外面100一份的紫姜甜鸡嘛，自己在家里面50块钱就搞定了。甜粉了哈，哎呀，我看到街上这到处都是卖甜粉的，好辣哟！跟外面馆子做出的味道哈是一模一样的，自己在家里面你们也可以试试，简单又好吃。